来画这张画呢，是一种趣味性的画画，也就是消遣。好，我们可以作为日常生活消遣的。那这个呢，我们都学过菊花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画，构图就是好像是在野外郊区，你可以看到有野菊花，啊，野菊花，不同颜色的野菊花，上面有小蝴蝶，那看起来就很悠闲。好，那野菊花的画法呢，我们都学过有几种的，那我们全部在这一张里面去构图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。我们可以做那个，写意的，就是墨骨画法，那也可以再搭配一点勾勒的菊花。
Thank you.